没有错，LV 的包包正确的拿法，这样子才叫时尚。常常在大饭店、五星级饭店看到贵妇都是这样提包包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而且要拿高一点点。有没有看过？而且但就这样拿不行吗？干的一定要这样子？奇怪啊，好了，MP68 了，不开玩笑了啊、哦！来，没有错，MP68，今天要跟大家玩 MP68，卖了好几千只。来，各位看一下，姿势好摆就帅，有点像日本的萨摩拉，好、哦，像武士，好、哦，好来，准备结合，打开，稳定器就出来了。再打开，五郎八卦棍就出来了。快拆，快扣，结合起来，中间还可以再接棒棒。好，来看哦，来，鸡爪打开。好，那么我们呢，就要给它玩高高了哈，玩高高了。200公分高，那自由伸展，这边锁紧，好，当五郎八卦棍拍。然后呢，这个云台呢，主要就是让你快拆。下面这一节999含包包哦，哈，这个450，这个含云台的这个版本是1560，哈，含云台的版本1560，特别适合哈。出门旅行，庙会使用。那电力的部分呢？还是推荐你 BOSS 的那个电池包。那个电池包把电拉进来，长时间供电 OK 的。再拉一条线，从我们这个位置，好、哦，可以给手机充电。好、哦，手机充电，你要买那个90度转角头的电源线就可以充了。那充电也解决了，灯光也解决了。所以这个是含灯光的，1000流明的灯。好，MP168怪机师云台，这个1580单脚架，特别适合庙会使用。谢谢大家，这个450。